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模型事务所的阿伦。以前的都市发展非常的快速，大量的开垦导致绿化的面积变得非常的低。随着时代的演进，越来越多的人，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重视绿化，所以现在的设计中一定都会弄点什么大树啊、植栽啊，甚至是花圃等等。就算你不想加入，老师们也会强迫你种一两棵树。所以在做树的时候呢，你一定少不了做树这个环节。那么今天来教各位做模型用的树。以上就是模型树的做法。今天的这一集内容到这边结束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你想学习更多模型制作技巧，马上按订阅。我们每周六都会发布新影片，另外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和脸书。谢谢大家。